倔强。世界不一样，那就让我不一样，坚持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杠杠杠。如果对自己妥协，如果对自己说谎，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。
努力的继续倔强下去，把你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发挥出来，继续创作。就算你是用网络发表，我们也接受报名，希望明年有更多的作品来参加精英创作奖。精英创作奖今天圆满成功，我们明年再见。明年见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连带电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